好，大家好，我是那个蓝铁龙，很高兴今天来到那个五帮主台湾跟猫家白放的，就是上面的头的。然后，首先就是 F 跟 U 就是副嘛，然后他是猫家的12.04，五帮主12.04，然后加上那个白放，然后就是 Rock。好，然后关于我，我是现在念交大职工，然后大一，然后那边有三个都是我同学，举下手。对，然后就是就我说，那个有 release party， 然后大家要不要来玩？然后就我们全系就是大一一年级总共180几个，然后只有三个跟我来。然后我是那个王主题吧，就是玩牌，就大概已经有大概2年的时间吧，就是从之前那个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踏入这个社群，然后认识很多朋友这样。然后其实我是空入社，然后底下是我副帮，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讲一下。然后我废话蛮多的 ，OK。然后有一天我遇到了这个，然后举下手，因为他是那个加密库奥萨克的 Eric， 然后他是帮忙就负责在推广金融类的东西。然后呢，他说有一个这个网页英文的，然后看起来一点也不 user friendly。然后我就把它变成中文的，然后之后我遇到另一个人，这个，对，然后他是Urban嘛，就是就是刚好那个来，就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就是有他们那个摩加提到我社群的，就说有，因为正好是摩加的计划，然后就是刚好又打上线，然后遇到，然后这时候我就变成放左边，好，我把一起回在那边，然后我就变这样。然后报一个小八卦，就是我那时候在找二门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他，就是我那时候跟他不熟嘛，然后我就 Google 那个二门 Firefox， 然后找到这两张图，然后看人有点小，然后随便挑一张好，然后挑了这张，然后他们说他们就说，那个其实不是我。对，然后这时候就抱歉一下，对，然后就我后来就很认真去找照片，就是那个时候跑到二门 Facebook 上面。然后找这张 Henry， 然后讲一下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很不友善的网站，它是叫 Hackers， 就是它概念就是说让你可以作为网页做恶搞，然后分享，对，然后它非常简单易于使用，然后包括JavaScript， 然后它只有自己的功能，就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把网页然后一个一个就是一个区块然后选起来，然后改改它里面元素这样。然后那边来 demo， 好，这是就他们网站，然后本来英文长这样，然后就把它放在中文，然后它就有开始，然后按下去，然后就它只是跟你讲说，你可以把，就它是一个 JavaScript， 那里面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来恶搞。然后假设我们就按下去，然后等一下 ，OK， 那你按下去之后，发现你的就是滑鼠就会发现，你会对一个那个 iPad 做选择，然后你点一下又展开，然后网友的嘛，对，然后你就可以去改它那个 HTML 原始码，然后就你也可以就及时告诉说你会翻什么功能，所以你可以改成这个，然后挂着好了，对。那你把这个 run 的时候，你就要确认，然后你发现就它应该就会产生一个 run 这样。那做好之后，你按下 P， 就是 publish，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某个 URL 贴到网上，然后就跟你朋友分享。对，然后这里没有 run。好，然后回来。OK， 然后之后就另外讲那个 inspector， 那这东西刚刚那个 Oris 有讲过，就是它是一个我讲就是新的对于就是开发者观察网页元素一个工具，对。那其实我自己用的感觉是就用的比较好用，对。然后它就是你可以就是四处选择，然后你的网页，然后用那个 WSD 旋转，然后加减可以拉远拉近这样，然后。这是它的 3D view， 那如果你关掉 3D 的话，然后回来，然后就是这功能，就是其实跟刚刚的那个 Hexos 其实蛮像，然后也是你就可以拖台，然后去改它的功能什么。那
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觉得还是 Chrome 比较好用？因为这个东西常常玩玩就 crash，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容易 crash， 超奇怪的。好，然后对白有个介绍影片，那因为时间关系，就我想说，还是就先跳过这样。OK， 然后刚刚就是它是用四个按键，就是上下左右，然后 WASD 跟加减，然后滑鼠滚轮的话也是就是拉远拉近跟加减一样。那之后来讲另一个东西叫那个 Mojang Popcorn， 然后它是一个 Mojang 就是对于做影片的一个新工具，那就是那个如果要 demo 的话可以请三秒位，然后没有声音。Instead of TV and a web page, popcorn powered pages let you bring the wealth of information and story that exists on the web. You can use popcorn to add commentary and annotation from Wikipedia, explore maps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a video or audio track, or dig deeper in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racter. Want to use popcorn to move a virtual camera or pull the current weather into a 3D world? We've got you covered.Using popcorn simple JavaScript syntax. 就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让你就是对一些影片元素要做，就是简单的修改。那会让你要发布你的影片会漂亮。Now the display on that, and now the Wikipedia article. See how that works? Popcorn JS developers should know that with over 1,400 unit tests, our core library and all the plugins we ship are rock solid. If you don't write code.We're developing an app called Popcorn Maker that will make authoring interactive video experiences as easy as point and click. If you're a filmmaker, a producer, or anyone else that is interested in collaborating and experimenting with us, check out our Learn Popcorn program. We run hackfests and workshops with great partners to reimagine video on the web. Popcorn is 100% open source. You can improve how it works and looks to your heart's content. So come hack with us.Let's get video and the web to play nicely. 好，我就看一下他的网页，然后就是他是他网页是这样，然后其实这不太友善，就他东西是藏在这里面。对，然后就是他有一个东西叫 Popcorn Maker， 就可以。让你的影片就一般做字幕就是都是底下，那它包括 maker 就是让你的字幕就一个一个这样爆爆爆这样爆出来，就还蛮酷的。然后它的界面大概像这样，然后它有一个 demo 翻译在这边。对，然后它就是看起来就还蛮像一般就是影片剪接的，然后也是一个一个分轨，然后放影片之后就会讲讲蹦，然后就在下一个地方就再蹦一下，就很像爆米花在一个爆出来，它可以让你的就是分享一些东西可以非常有趣。好了，再来另外讲的这个东西叫 Amara， 然后它是一个，就是刚刚讲完，就是你就是分享影片，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恶搞嘛，然后所以你分享影片也有可能是外国的影片，然后觉得它很棒，然后就帮它翻译成那个中文化的东西，就像我做的事，然后就Amara 它是一个翻译影片的一个 tool， 那它支援就是很多大网站影片，然后你都可以就是用一种叫 Universal Subtitle 的东西，让它就是在各个地方都有挂上字幕，对，那。还蛮有趣的，他这里就不细讲，因为就是他就跟一般做自由来动画一样，就是来买来翻译嘛，然后之后你再就影片的话还要调整一下时间轴之类的。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有趣的看起来像恶搞东西？就是我们要做不只单纯恶搞，我要做的是更粗鲁的东西。就是我现在想做的是让更多，就是让网络上有更多有趣的东西。那要怎么做呢？就是他们提出一个计划叫 WeMaker， 就是。好，一样就看那个简单影片，就其实我还蛮好，就都没有做一个反面的。
My name's Heather, and I'm teach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ebmakers. Okay. 注意一下，就他底下东西都是 JavaScript 哦。My name is Ada. 是刚刚 JavaScript 还蛮有用的。I'm teaching the future generation of webmakers. It's like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对啊，这就翻译。It's so unfamiliar, yet it's something that we all use every day. Everyone should be learning a little bit of code as they're growing up. 我儿子有点小就天天会给他自己背。I'm using the tool Thesaurus.And I help them learn how to remix the web, how to change the web, and like make whatever they want. Like just make something, like create stuff that you like you're gonna be proud of. I think someone who sent a tweet about the vacation photos to Flickr is on a beginning path towards web making. There are distinct new literacies in code, understanding how digital things work, how to interact with them is that sort of core literacy. And if we can raise kids.To all be webmakers, to all have that sort of skill set, the next generation i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really amazing things that right now we cannot even imagine. Well, 那简单讲一下，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提供一套很简单的 tool， 让就是不止开发者，就是让更多网上 end user， 他们可以自由的去修改他们想要看的网站，那让网际网络上的东西变得更丰富。对，那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从就是你使用网络，从你是一个末端使用者，那到你真正参与，然后真正改变网上的内容，变成一个内容提供者，对，然后创造一个新的网络时代。那他提供很多做，那包括刚才讲 Python 跟那个 Hazels， 然后其实 R 也在里面，就是他就是官网上练，然后没有进去，对，然后我东西其实就做很少，然后没有 QA 就。然后顺便表一下，就是刚才有一个某 Ruby 开发者，然后就说什么 Ruby 就是适合懒惰程序设计师来玩。然后那个这要郑重说明一下，就 Ruby 这个语言是参考 Pro， 对，然后 Pro 是一个还蛮棒的语言。那 Pro 开发者那个雷欧他讲过一句话，就是程序设计师美的就是 lazy 嘛，对，所以如果你玩过 Ruby， 然后觉得 Ruby 不错玩，然后很懒惰，你可以试试 Pro 可以让你变更懒惰，然后用过 Pro 之后，你就不会想用其他语言了。真的，然后就是跟我讲这句话的人是母亲，对，就是他刚刚跟我讲说，他说用过 Pro 的时候考试都考100分，然后不会想要其他语言。对，然后谢谢大家，然后那个再放一些，就是这些影片回去可以就是那个慢慢看，